美食快乐起来，各位好，欢迎锁定东南卫视收看由嵊州食用油独家冠名播出的《时来运转》，我是主持人郭涛。嵊州优质食品一食用油，优化膳食脂肪酸比例。同时，本节目由给你的肠胃做做操，胃动力新意乳酸菌产品特约播出。马上为各位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在我的右手边，欢迎我们的美食达人糖糖。大家好，非常高兴。糖糖，美食达人，作为京城美食圈资深玩家，他的爱好广泛，园艺创作、珠宝设计、美食料理等等，也曾经录制过多档美食类节目。认识完糖糖之后呢，马上来认识一下在我的左手边，欢迎我们的演员彤彤。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叫王艺彤。王艺彤出道以来形象百变，演技走心，在新《萧十一郎》中饰演霸气十足的武林盟主沈飞云，在新《边城浪子》中饰演为爱成魔的花白凤。艺彤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喜欢美食的人，因为我知道他最爱的一种东西叫番茄酱。嗯，是的。好好介绍一下，为什么喜欢番茄酱？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我会有这个人在调查你的背景和做过的一些光荣的事情。太可怕了，这是我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为什么呢？我喜欢像血一样红的番茄，没有开玩笑了。其实我喜欢番茄酱是因为我喜欢它的味道，酸酸甜甜的，而且补 VC 对吧？还有番茄红素是吧？很有营养，对眼睛也很好，对皮肤也很好。是的，是的，关键是它特别特别的百搭，不管你是吃肉啊、吃菜啊、吃米饭啊，真的我就可以什么肉菜米饭全部拌在一起，全部拌在一起，这是我最拿手的。明白了，一个是老干妈，一个是番茄酱。今天来看看糖糖给我们带来这道菜百不百搭。好的，我今天要做一个，专门给小朋友吃的菜哦，对，然后因为它特别有意思，叫五彩茄子卷儿。五彩茄子，对，因为我们夏天都知道这个茄子是一个时令的食材嘛，然后但是其实真的很多人都不喜欢，就尤其是小朋友，很多人都不喜欢吃茄子，软趴趴的又没有对。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再做一道就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口味。那我们用到了培根，用到了芝士，用到了胡萝卜和香菜。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调味，非常简单。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会喜欢，而且是因为它的颜色。对，然后而且这道菜关键的是，准备起来特别容易，非常容易，对，快手菜。所以我以前也是跟身边朋友是很多已经都当爸爸妈妈了，他们向来最痛苦的这个事情跟十几年前不是跟三十年前我们当小朋友的时候最大区别就是，以前小孩子是怕你会吃，现在小朋友是怕他不吃。对，以前因为家庭生活很困难啊。对啊，就小孩子太能吃也是很痛苦的，就我们也不会很挑剔嘛，小的时候。对对，小的时候给什么吃什么，追求口味是不是？然后你拿一个刨刀，然后顺着这个茄子不要去皮，因为这个茄子最重要的营养素叫维生素 P。 哦，那你不去皮，对，你去的是皮啊。不是要去皮，这个维生素 P 在皮里面。你只是把它切开。我只是把它变成一条一条的。我以为你是不要了，原来不是，只是这是一个，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做它的方法。对，然后我刚刚已经爆完了一些。明白了。所以这个可以跟小朋友解释的，就是你看看，妈妈今天给你做一道彩虹，有好多的颜色。你看你一看就是没有育儿经验的，小朋友是不能进厨房的，是非常危险的。没有让他做厨房，我就说出来的时候跟他说，妈妈给你做了一道彩虹。对，这个茄子呢，它是利尿，然后呢清热解毒，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夏天食材，然后它是一个中暑啊什么吃都非常好，然后呢血管而且对，这个我知道，我就是要说它这个就是梨皮最近的和茄子蒂有一个叫维生素 P， 然后这个维生素 P 是对我们的细小血管非常好，所以有蕴含维生素 P 的这种蔬菜是不是不多啊？非常少，然后茄子是一个看看多难得，茄子能让我们吃到 P。 然后撒一点点盐，一点点，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培根、芝士都是有咸味的，然后一会儿用到的这个酱料也是有咸味的，所以就是还是不要太咸，因为累积起来它那个盐度还是很高的。明白，只是让它软一点，是吧？对对对，然后刚刚我有两片已经变成这样了，它已经软化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做，然后那两片那几片让它慢慢出汗去。好，出汗不好听啊，真的是。让它慢慢脱水，让它慢慢脱水。对，脱水，脱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茄子就摊在这里。有区别吗？就是没区别，好一点吗？这个非常容易做，特别好做。
培根，然后培根切半，哦，切一半，对，然后长一点、短一点，然后宽一点、窄一点都没关系。嗯，它非常好做，你把它放到一半，嗯、然后留一个小头，然后最后一会儿卷它用。哎，然后、这个、芝士，对，你看我刚才阿姨说了我半天，切一半，切一半。哦，这个有点像薄的三明治一样。对，胡萝卜丝我们就今天就不用油过了，嗯，因为就是这样，夏天会口感清脆一点。对、嗯，如果你冬天做的时候用油把它稍微炒一下，嗯，这样呢，那胡萝卜素就更容易吸出来。明白。嗯，胡萝卜是我非常爱的蔬菜。这个是香菜梗、嗯、哦，去掉叶是吗？对，其实香菜和蒜是跟茄子的口味是非常搭的。嗯，这个其实也跟找对象物以类聚一样。对，然后我们把它卷起来。嗯，好漂亮啊。嗯，其实我现在闻到那个胡萝卜香菜混合的味道还蛮香的、哎、就是这样。当当，既美观而且呢看上去又非常的这两个说的都是美观。我觉得它看起来很像个糖果哎，就特别可爱。嗯嗯哼，而且小朋友真的不应该由着它，还是要去锻炼它。嗯，是。所以说你说你吃的挑食偏食，长大以后会被人遗弃，被人嫌弃，就像我被人嫌弃。对呀、啊、因为我所有的海鲜几乎都不吃，然后大家在因为福建又是沿海，对呀、啊，对大家沿海城市不吃海鲜。如果你是河北的人，就不吃海鲜还好；但是你是福建的人，对呀、啊，你不吃海鲜、嗯，那你吃什么呀？那你吃鱼吗？老吃肉啊，就无肉不欢是吧？对对对，蛋糕哇，对，就卷好了，它就是一个嗯，很漂亮的，怎么甩也不会那个五彩培根茄子卷。对，因为它那个茄子用盐杀了水之后就特别韧，嗯嗯，然后现在就是很结实，嗯嗯，然后我们就把它稍微煎一下。好，这道菜的烹饪特别简单，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煎一下，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嗯，我可能是国外留学回来，所以我知道芝士呢、嗯、有很多很多很多种、嗯，对不对？那这里面是不是除了今天用的这种黄色的切片芝士，还可以用别的呢？你都可以，它是条状片状的就可以了。嗯嗯。哦，那如果买一块切呢？它就是如果不是切达芝士的话，就是不是这种片状，它韧度不够，它卷不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它一定要卷，你干酪啊什么的都不行的。是，好，要放油了。这个油呢是盛州在2015年推出的优质池鼻白金优选食用油，和食物搭配在一起进行烹饪呢，可以优化膳食脂肪酸的比例。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稍微煎一下。然后这个要注意的是，就是你应该知道，它那个芝士遇到热，它会化掉嘛，嗯，就是尽量把它还团回去。哦。哎，那其实里面的蔬菜如果不用胡萝卜和香菜，可以用别的吃。可以可以，嗯哼，这个就是比较漂亮嘛，而且香菜的味道和茄子比较搭。嗯，而且就是你最好是有颜色，对，才会像五彩。第二个呢，一定是切成瘦长条就对了。啊，就像我们平时就是吃培根金针菇卷，啊，培根西红柿卷。对，其实我觉得那个西红柿卷是怎样？哦，就是小西红柿啊，那种那个圣女果，然后培根卷起来，对，然后烤一下。哦，对的对的。这个应该很易熟哈。对，非常易熟，就是其实外边的茄子熟了，培根的油煎出来一点点就 OK 了。嗯，因为这个茄子已经稍微有点变色，然后芝士已经不见了。那就是还没有溢出来耶，就是软在里面。对，因为我煎了很多个嘛，嗯、其实我都试过很多次，所以最开始也是留了很多。嗯、然后你看，现在它就那个芝士就在这个边上，对你一直动它，它就不会留下来。哎呦，哦、这真的就很高级啊！所以说，最高明的地方都是在一些很小巧的地方。嗯，其实培根它还是要熟一下，然后把它的油稍微滴出来一点。嗯。然后基本上就可以了。OK。嗯，好了，我们就直接装盘，然后一会儿再调一个汁。好，可以摆六汁，然后另外两只直接可以放在这里。对，我那个要提醒你们两个，一会儿吃的时候要、不要咬牙签啊？对对对对。嗯。摆得漂亮一点，啊，好可爱啊！嗯哼，看起来也像三只鱿鱼卷一样。是的。当当，摆盘成功。然后我要调一个汁。要调汁。对。嗯、是要给你一只汤碗吗？对，不用，就直接在直接调吗？对 ，OK。哎，这个是大酱吗？这个是烧烤酱。哦，对，烧烤酱里面有一点甜。嗯。哦。然后要一点，这个是蚝油，甜面酱。甜面酱一点。甜面酱。甜面酱，因为它也是有一点甜。嗯。然后蒜放进去。放一点蒜。但是一定不要把蒜烧熟，完全熟了。嗯。因为那样会致癌吗？这是水吧？水。放一点水。
不是致癌，就是它那个生蒜的味道怎么样了。哦，还真是。刚刚的小窍门就是说，这个蒜不要煮太久。对，嗯，然后让它香味出来就行了。嗯哼，否则蒜要是少了蒜味儿，那就算了吧。哎，我发现这个烧烤酱里面有点黏黏的，那个颗粒状的东西。嗯，它就是有一点那个增稠气。哦。哇哦。是，我还以为是淀粉类的一些豆制啊。淀粉类也是增稠气啊。哦、这还有两只。这还有两只，好香啊，让我有股烤扇贝的味道，有点像哦，就是因为那个蒜泥嘛。嗯哼，好了，当当，这五彩培根卷就已经好了，来，我们来五彩茄子卷哦，五彩茄子卷，这个弗洛伊伊德说，嗯，所有的错误都是来自于内心，你的眼里只有培根，只有培根，对，这按苏东坡跟那个佛印的话说。确实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块肉，对，我的心里住着一条肉，好吗？所以我的眼中只有肉。那我们是可以把这个牙签抽出来吗？抽出来，那筷子可以固定它。对，其实里边的蔬菜应该都是脆的。嗯哼，嗯，是不是那个，先是咬到了茄子，然后马上就去到培根了。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在芝士。嗯嗯。这几种不同食材的味道肯定都是还在，但是芝士的存在就把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升华了，嗯，让它融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了，嗯，而且是的，它就变成过渡的很自然，嗯嗯，它起到一个润的作用。嗯，我能问一下这个菜是不是有点日式？有点西餐的那个是吧，食材都是。嗯，我是觉得在西餐里面有经常就是这种拿芝士来粘合各种味道的这个系列。嗯，主要还是让小朋友吃茄子。嗯嗯嗯，四个字。嗯，煞费苦心。嗯，为了让小朋友喜欢，你看，喂一个茄子，搭进去多少的萝卜，多少的培根。多少的知识，嗯，和多少妈妈的耐心和时间，嗯，我觉得真的，嗯，这之前应该很多妈妈，嗯，其实我觉得最让大家所接受的就是如何挖空心思，在饮食上多玩一些小花样，让小朋友得到均衡的这种能量的补充。嗯、对，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有说，比方说，肉圆里边放了胡萝卜啊，嗯、然后放了豆腐啊，嗯、要就是有一个日剧叫，多谢款待，多谢款待，就是说他要往里加了很多胡萝卜，嗯、就是为了给小朋友吃青菜。嗯哼，好，那我们也希望这道。对不起，不是培根，我差点又说成培根。这一道五彩茄子卷，可以让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当然如果你小朋友已经很大了，也还是可以做这道菜来让你的小朋友感受一下。节目的最后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冠名商盛州食用油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盛州优质10:1食用油，优化膳食脂肪酸比例。好吧，这个我要破坏它的美丽了，因为我还想吃一个。因为我的心蹦蹦跳也是因为你来了。哦、真的、啊、好棒是吧，不要跟我手好凉、啊、我你的手牵别人的手是浪费，你的手应该停留在食材上面。谢谢你最后的那个盒，如果没有那个盒，我已经在想我怎么下这个台了，你知道吗？你一个盒就解决了我所有的疑问，真的锅底冒着所有的小泡、哦、好，镜头可以看到真的好多好多小泡，很漂亮，这应该是最棒的。